你和阿玉亚要护送知识郎到长安，这趟镖我接了，我们家族的未来就托付给你了。这片大漠的每一粒沙子，现在都属于我和一家。放箭！杀出去！我是墨家的阿玉亚，该跪下，是你们。 丫头，回了头便无路可走了。就算墨家会灭亡，也是在杀光你们之后。咱们得回个头了。我丫头是生是死，我都得把她带回来。垂涎这片无主之地的，恐怕不止我们。喜欢进戏。 那片上，我要变强，改变这大漠的轮回。